根据你们分析的情况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：琳达的父亲从琳达的男友那里得到了一份绝。报要送给谁？如果约瑟夫·西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，那么德国人也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大哥，你的意思是说？我的。保护约瑟夫·西蒙的事情就交给我爹地了，然后我呢，拿着这份文件去找几个犹太人，看看谁认识这种文字。你错了，任何一个犹太人都不会相信你的。可是至少我行动自由，不像你处处被监视。哎，明，谁啊？谁啊？程叔，怎么回事？程叔，怎么回事？我刚才看见有个人站在这儿。啊？这怎么会呢？外边这么多保镖，怎么会有人进来？我说程叔啊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就是啊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没有啊，你们相信我好了。哎，我真的看见有个人站在这儿啊。什么人？我也没看清啊。这怎么会呢？啊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家里？没事儿。别一惊一乍的，弄得草木皆兵。好了好了，都回去吧，没事了啊，都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哎，大龙啊，阿龙啊，你跟莹莹的事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跟莹莹什么事儿啊？婚事啊。嗨，怎么了大哥，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些了？你想听听大哥的意见吗？好啊。我觉得婉莹跟奎叔不能同日而语，你应该把她娶回来。你跟婉莹结婚，可以借助奎叔的势力，起码可以帮助你解决眼前的困境。婉莹还能给你终生幸福啊！大哥，爱情可不是筹码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你如果同意这桩婚事，我就去叶家提亲。这样一来呢，不仅可以除掉琳达和婉莹之间在感情上的纠葛，还可以消除你二哥对婉莹的非分之想。使你们兄弟之间不要为这件事而发生矛盾。
给人以可乘之机嘛。大哥别说了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那份秘密文件想办法送出去，摆脱我给大家带来的威胁。这没有矛盾呢、啊、一旦成了魁叔的正式女婿，就连那67号也要重新掂量掂量你在这个家的分量啊。那为了消除危险，我们就利用爱情攀高结贵，寻求庇护，这未免太卑鄙太下贱了吧。阿龙，你跟婉莹相爱这么久了，只不过眼前杀出了个琳达，才使你们的感情变得更加复杂，这必须快刀斩乱麻才能解决眼前的困境。说实话呀，我虽然嘴上说亲生骨肉应该患难与共，可我心里还是明白，没有魁叔的庇护，我们只能是以卵击石啊。我不是说过吗，我要带琳达离开这个家。阿龙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点喜欢琳达了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大哥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我现在哪有时间去考虑儿女情长的事情呢？我已经看出来了。你看出什么了，大哥？嗨，没有的事，大哥，我只是想帮助琳达，帮助他摆脱困境。我从德国把琳达带过来，我是不是应该对人家负责呢？况且我们还有合同，琳达现在又……够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爱婉莹爱琳达这是你个人的事，我无权干涉。可是在帮助琳达这个问题上，我不许你再跟我说什么合同和金钱之类的话。如果当初要是这样，我绝不会让你管这件事的，我们李家也不能牵扯进来。大哥，你信我，我知道错了。这完全是一种责任，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完成在道义上的责任。阿龙啊，虽然我不知道德国人究竟要对犹太人要做什么，就欧洲发生的事情来看，这个文件很有可能关系到上海300000犹太人的生死存亡问题。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是完全有义务承担起这个维护正义的责任。大哥，我错了。好了，时候也不早了，你回房休息去吧。你好好想想大哥跟你说的话，啊，哎。我看你的感情天平已经倾斜到了琳达一边。难道真的让大哥说对了？我喜欢上琳达了？不不不，我帮琳达只是出于道义，帮人帮到底是我们中国人的信念，我不会因为琳达而抛弃婉莹的。对，我不会。莹莹啊，坤哥，爹爹让你和李平齐去一趟。是吗？什么事儿？不知道。李平齐，李平齐，阿坤啊，什么事儿？义父让咱俩去一趟。好，我这就来。少爷在吗？少爷在楼上睡觉。嗯。莹莹来了。废话，我不来你能看见我呀？
起床了。嗯，让我再睡会儿嘛，亲爱的。哎呀。快点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太阳都照屁股了。哎呀，我再睡一会儿嘛。哎呀，你再不起来我可掀你被子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找到几个犹太人，没准他们懂雅各的希伯来文。嗯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找到懂希伯来文的人了。啊，那走吧。战事吃紧啊，所有的船东都怕船让日本人给征收，没人肯再造船。前些日子我派船厂的老李到香港去了一趟，跟马子一催收船款。哼，没想到一个堂堂的香港大亨也会耍赖，迟迟不肯付钱。马子一先用我们给他造的那条船狠狠地赚了一笔，可钱到现在还是不给，这是要赖账啊。另外娱乐业的情况也不好，兵荒马乱的，消遣的人少了，生意就清淡了。咱们有股份的夜来香舞厅和六马路的赌局都出现了亏空，底下的人来传话要我重新考虑盘子上的生意。我找你们两个来是商量商量该怎么办。义父，现在赚钱的东西只有两样，军火和鸦片。这好像是雅各的希伯来文，现在很少有人认识这种文字了。在提兰桥那儿的犹太人中，可能有人懂这种文字。谢谢了。再见，嬷嬷。啊。哦，等等。你们可以去找这个人，让他帮助你们。嗯。太好了，太感谢您了。你不用谢我，上帝会保佑你的。谢谢院长，走吧。义父，我倒是有一个主意，不知行不行。说。派我去香港，我直接找马子仪讨债。你？是我。香港不比上海，你人生地不熟的，能见到马子仪的面都很难。那马子仪是香港的一霸，手底下的打手个个如狼似虎，你能跟他讨得债？义父，您就让我去试试吧。诸葛亮乃一介书生，可他却胜于千军万马。我觉得人办事靠的是脑子，而不是莽撞。你看起来胸有成竹啊。您老就把这次机会让给我吧，也当您老来试试我，看看我的办事能力。阿坤，你说呢？他要想去就不妨让他试试吧，成不成再说，这也能给马子仪提个醒，别以为欠我们的债就没事了。好，我答应你去香港。马子仪的钱能收到当然好，收不到也没关系，至少把我的事儿给他带到。他会掂量掂量，那笔钱他迟早要还。谢谢义父给我这个机会。你老放心吧，我会见机行事的。我让阿彪陪你一块儿去。行。啊，对，还有一件小事，就是别告诉我大哥大嫂还有阿龙，他们会担心的。嗯，我知道。阿龙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你到上海来习惯吗？啊，很习惯，上海的生活真是不错。嗯，对。嗨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。您是犹太人吗？是的。啊，
请您看一下，这个您认识吗？哦，不认识。啊，雅各的希伯来文，您认识吗？您看一下。嗯，不认识。哦，非常感谢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了。上次我跟你说阿彪啊，赶紧收拾好东西上我这来。对不起，不认识。您再仔细看一看。我不认识。您认识吗？不认识。好，谢谢啊。我的天哪，很遗憾，我也不懂这种文字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哦，是我在收拾爹地过去的旧东西时发现的，但是上面的文字我们谁都不知道，所以拿过来让您看一下。哦，是啊，我记得约瑟夫·西蒙先生好像认识这种文字，可以问问他。那西蒙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本来应该是在月底，可是在美国召开的大会推迟了。西蒙先生是去美国为犹太人筹款的吗？是的，西蒙先生正是为此去美国的。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，我们 DH 组织很难为上海犹太人提供更多的帮助。那就谢谢你了，唐克先生。不客气，我们先走吧。再见。再见。绝不可能。是啊，琳达虽然没出来，可阿龙和叶婉莹在帮着。我马上去调查这件事情。不，我已经厌倦了猫捉老鼠的游戏，你们应该用冲锋枪告诉他们游戏结束了。什么？真的吗？您懂得雅各的希伯来文？是的，我懂雅各的希伯来文。哦，哦，太好了！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马斯库。哦，马斯库。今晚我们在慕尼黑酒吧见面好吗？好的，今天晚上在慕尼黑酒吧。好的，不过你得亲自来。好的，我会亲自去的。好的。好的，我一定去。那好，再见。他是犹太人吗？是的，他是犹太人，战前在柏林大学专讲雅各的希伯来文，他非常愿意帮助我们。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呢？他是怎么知道我们正需要找一个懂得雅各的希伯来文的翻译呢？
哦，对了，他跟我说是苏菲默默告诉他这件事的。这会不会是德国人的一个圈套呢？委屈你了，没什么。别担心，这件事情很简单，这是一起特殊的隐秘事件。我们闯进去，我们开枪，然后逃跑。你带着人进来，看看我们干的怎么样？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们这些消息是怎么来的？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们的消息绝对可靠。不可思议。据我所知，他们一直待在李庭轩的家里。中国有一句成语叫瞒天过海，难道你忘了？什么？阿龙和琳达他们出去了，还去了酒吧。好你个阿龙，你居然背着我偷偷的和琳达约会，看我饶得了你。莹莹，他们来了啊！啊，先生你好，啊，欢迎您光临啊！啊，请进吧。啊，马斯库先生，您等的客人已经来了。你是马斯库先生吗？啊，好，没错，是我。咱们就开门见山，直截了当的说吧，文件你们带来了吗？如果带来的话，请给我看一下。是的，我带来了。那好，请把文件拿出来，让我看一看，好吗？马斯库先生，您说您懂得雅各的希伯来文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呢？怎么，你不相信我吗？是的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，单凭一个电话就把这么重要的文件交给你，是不是太轻率了？好，既然你们不相信我，那你们何必到这儿来呢？请你们马上离开。再见了，我们看看他的反应。阿龙，好啊，你们到这儿浪漫来了，嫌家里人多眼杂是不是？在这儿没人认识你们，爱干嘛干嘛是不是？莹莹，你别在这儿胡搅蛮缠好不好？你听我说，我们有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有什么话出去说好吗？算了吧，别把我当三岁小孩哄了。我告诉你，阿龙，今天这事儿你不跟我说清楚，我跟你没完。你别在这儿闹了好吗？我们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叶小姐，我们真的需要很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找人帮我们翻一份重要的文件。什么重要文件？莹莹，我们出去说好吗？真的，我们真的是来办重要的事的。我不相信你。你看，这你给我，让我把它烧了，看你们以后还有什么理由。莹莹，放手！你给我，别把文件撕坏了。你给我不行，你给我，我想松手，给我。行了，行，给我。快烧完了，过去看看。算了，文件已经烧毁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不，我一定要杀了这帮中国老兵。不，
没有啊。你亲眼看见的文件被烧毁了？是的，教父，我亲眼看到叶小姐和琳达争风吃醋，他们在抢夺的时候文件掉到了火里，不幸烧毁了。嗯，是的，少校，我亲眼看见叶小姐他们把那文件烧毁了。嗯，教父，如果那份文件现在已经不在了，是否意味着琳达对我们已经不重要了？如果那份文件真的不存在了，琳达对我们确实没有用了。不过与我们较量的对手不是一般。在还说不定。怎么样？啊，没事，就擦伤一点皮。哦，那好。乖女儿啊，这场戏啊，要是少了你啊，还唱不成了。爹爹，这回您看出来了，我对您还是有用的吧？那是。谁的女儿啊？请。这上面是卧室，这儿有火和菜，你们可以自己做东西吃。哎，等一等，为什么把我们关在这儿，放我们出去？这是坤哥的吩咐，我们只能按命令行事。先生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？原路再回去。这天都黑了。我给你加双倍的工钱。哎，好。那你得先给我钱。嗨。嗯。我已经把琳达和保罗藏起来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我这就跟阿龙说去。哎，莹莹，我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呢。我觉得把琳达和保罗藏起来，封锁消息，让德国人和67号无从下手，这样才能消除对李家的威胁，也能让琳达安全地等到西蒙先生回来，也省得阿龙对你三心二意。那爹地是不是还惦记琳达那笔钱？义父对那笔钱已经不感兴趣了，他一点也不知情，完全是我的主意。那你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爹地？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关键是你，如果你想把琳达送到阿龙他们家，我现在就去。如果你觉得这事儿有必要告诉阿龙，我也能去办。你刚才说琳达和保罗在一块儿，我觉得这个保罗对琳达有点意思。那我们就成人之美吧。嗯。上校，叶婉莹已经回到了叶公馆，李廷龙、琳达和那个保罗都没有了下落。嗯，好吧，既然文件已经被烧毁了，这件事情就算是结束了。我非常感谢你们诸位的合作，尤其是您。啊，谢谢。不必客气，上校。我希望今后我们还能多多的合作，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帮助。啊，一定一定。有什么吩咐的，请随时告诉我。嗯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啊，嗨，希特勒。嗯。嗨，希特勒。嗯。凯斯利，凯斯利，上校请您去一下。啊，我在车里等你。好的。
琳达呀，你马上找到琳达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啊，情况有变吗？文件已经烧毁了，琳达也不见了。教父认为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过几天他就要回德国去了。他要回国？是啊，他一走，我也就轻松多了。哎呀，这些天呢，我们实在是太紧张了，哪能解除疲劳，让人轻松愉快呀？你是不是想让我给你结账呢？你真会说话，你说到我心里去了。那走吧。好。都怪你。嘿嘿，那不是你自己找的。你怎么那么没良心啊？要不是你，我会弄成这个样子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今天可不是跟你吵架的，我是找你有事儿。我知道，你不就是想让我爹地打听琳达的下落吗？我都帮你问好了。琳达呀，不在德国人手里，也不在67号的手里。那他在哪儿啊？准你当英雄，就不能让保罗也当一回英雄？保罗？你没看出来吗？保罗他喜欢琳达。不会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即便是保罗喜欢琳达，带着琳达私奔了，那琳达也可以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啊。也许琳达以后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，她想趁这个机会悄悄地藏起来，没准现在正跟保罗沐浴爱河呢。都把我麻烦成这样了，她现在不想麻烦我了。哼！哎呀，你就别担心了，等西蒙先生回来，琳达一定会找你的。到时候把东西交给西蒙先生，他就安全了，一切就结束了。不会这么简单吧？咱们已经瞒天过海，骗过67号和德国人了，还担心什么？我担心，虽然我们瞒过了德国人和67号，但种种迹象表明，67号并没有打消对那笔巨款的注意。所以说，现在琳达并没有脱离危险。你还要去找琳达？那你说该怎么办呢？琳达，你知道吗？我的祖先曾经给拿破仑当过厨师，他留下过一本菜谱，还有拿破仑的签字。只可惜今天拿破仑尝不到我的手艺了。琳达。啊，对不起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没说什么，开个玩笑。开始吧。很久没这么认真的祈祷了，每次我祷告的时候，我都无法排除那些血腥的场面，屠杀、抢掠，还有集中营。是的，我也是这样。能够逃到中国，逃到美国，我们犹太人已经够幸运的了，不知将来我们会怎么样。不，不要说这些了。好，不说这些了，为我们还活着。为了我们还要活下去。疯了。我想我还是应该给阿伦打一个电话。不要打了。我只是想不让他为我们担心。我们应该按阿坤先生的指示办，不要跟任何人联系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安全的。纳粹和日本人为了找到我们，肯定会监视阿龙，甚至监听他们的电话的。那么写封信总可以吧？否则阿龙一家会为我担心的。不，不，不，请你不要感情用事。阿龙现在肯定正在四处找我，如果他因此遭了不测，我后悔就晚了。我想我还是应该写一封信给他寄出去。琳达，面对德国和日本的谍报机关，我们稍有不慎就会有灭顶之灾，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。包了，真对不起，我还是想打个电话。不，啊，
我是说，我给叶小姐打个电话，让她转告阿龙我很安全，不让她为我担心，否则我对不起阿龙。好吧，可以打给叶小姐。喂，大哥吗？大哥，有琳达的消息吗？没有啊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南京路上。你快点回来吧。不，我得去找琳达。我不回去，他们也很难找到我。是这样，我需要点钱。这样吧，我有个同学叫王文，在圣约翰大学教书，你去找他。还有啊，你给婉莹打个电话，她很惦记你啊。啊，好吧，我会打给她的。二哥有消息吗？我今天问过叶星奎，他说他去天津买钢材了，等钢材一上了船，他马上就赶过来。好的，我会小心的，大哥，你放心好了。再见。你怎么了，天雄？怎么突然不高兴了？剑还是在阿龙手里，我们都被他们给骗了。这个阿龙，哼，还真有一手啊。哼，你想错了，那不是阿龙，是一位高手在幕后策划着这所有的一切。那是谁？你就不必管他是谁了，反正教父要我尽快想办法找到琳达，把那份文件搞到手。琳达突然消失？喂喂，怎么样？电话被掐断了。哎，我接，哎，去。